大家好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拳皇202风云再起加强版的解说。现在 AD 选择依然是女性人物，哎，首发李梅，非常我本人非常喜欢那个人物，口号非常的响亮，也非常的好玩，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美女，算是，应该是中国人吧，李梅应该是。现在偷下班，再次接大招。这个大招还是很炫的，掉血非常多。哎，非常可爱的女孩。现在第二场是牙舍对战李梅。哎，他这个连招没抓住，反而被李梅所骗。大招没打中，距离太远呀，不可能打中。现在李梅再次，哎，他这个口号是特别响亮。七甲式的大招也被废，然后李梅直接接了个大招，穿心腿，这招是直接撂倒。好，第三场不会被穿三吧？二不可能被穿三的节奏，太弱了。这个级别啊，就感觉一句蹦，又一个穿心腿直接过去，蹦一下掉了三分之一的血啊，这个穿心腿完了，又一个直接崩死，